相声演员。哎，对，李文闪。哎，没有
有大，都有大。那女的呢？女的都带小，是吧？啊，你看，你生下来啊，小丫头，小丫头啊，小小丫头片子，丫头还留下来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长大一点，这个小妞，是不是？这个小姐，小姐啊，是不是？咱尊敬一点的也带脚啊，也带脚，是不是？老了就好了啊！你大了，结了婚是小媳妇，哎，小媳妇啊，你还跟死男人啊，死男人小寡妇，好容易盼的直不起腰来，都老了啊，这回好了，小老太太，哎，小老太太，你看那时候是不是？都得带小啊！你说那时候压迫深了，那个是吧？那时候了不得，啊、那时候那女的都讲究得行不摇头，笑不露齿，哦，得有规矩。那当然了。您说这什么叫行不摇头？行不摇头啊？走路的时候脑袋不能乱晃，是吧？哎呀，走道儿稳极了。哦，是啊。你看那时候那个女的为什么都戴这耳坠子？耳环，哎，就说你走起来得稳，你要不稳，这自个儿方了方了，这自个儿就打自个儿。哦，你看左为胸，右为耻，为什么老说没胸没胸没胸？我是这么个意思。哎，大叔就是，哎呀，走起来稳极了，那什么就是行不摇头。哎呀，这你瞧着特别的，这稳重，是吗？那你跟现在可不一样。您给瞧瞧，我给学一学啊。过去那个女同志啊，一走路这样，哦，您看看啊。哎，您在旁边看看。走，我看看。啊，您现在秃了吧唧，我来个你啊。站会儿，门口站着。哎呦，啥？
这一不见，你瞧出去多了，多大了？我多大了？18了。有婆家了吗？没有，姥姥给你说一个。姥姥，姥娘不开心。笑不露齿，哎，牙齿不能露出来，哎，牙齿露出来呀，没什么，露出来啊，露出来那条多别扭，哦，那就不像中国古代妇女了，是吧？啊，你跟他想想，您来了啊，这大姑娘在门口站着呢，啊，老太太过来问，啊，二姑娘干嘛呢？要走了。在门口站着，哟，这是有些日子不见，漂亮多了，多大了？18了。有婆家了吗？没有，姥姥给你说一个。要姥姥，姥娘不开心。嗯，这是傻丫头，这神经病啊！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什么？不单是行不摇头，笑不露齿，还有什么呀？沾一裸笑就算失节了。您等等啊！什么叫沾一裸笑啊？就是男的女的这衣服要一碰上，这就算失了贞洁了，是吗？啊，你看戏台上那女的这服装为什么这袖子那么长啊？对，袖子长为什么？身体各个部位都得挡上。哦，但不能让别人看见，别人不能看见。好，这父母给的不能让别人看见。要看见呢？看见就得嫁给他。啊？你看这现在阿拉伯这个，你看这女的不也还这么包着吗？都露俩眼睛。啊，他们那不是还这样？这跟这两码事。哎，咱们过去封建时候也那样，那家伙都不能那什么。你不是不让别人看见？不让你首要让别人看见了。谁看见嫁给谁？有这么回事吗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嘿，孟姜女的故事听说过吗？俺听说过。孟姜女为什么嫁给范喜良了？为什么？您给说说。就因为范喜良啊，看见孟姜女就走了。有这么回事吗？哦，这故事你不知道？我不清楚。我跟你说说。你说说。他这么回事啊？有一天呢，孟姜女带着丫鬟啊，上后花园去玩去了。哦，不小心呢。把手绢给掉到月牙河里边啊！伸手去捡手绢，嗯，抬头一看，哎呦啊，怎么了？坏了！怎么了？咱们假山后头有个人呢。谁呀？就是范喜良。哦，范喜良知道谁吗？啊，就是范振玉他们祖先。哎，可以。那范喜良那时候漂亮啊！对，后来发展到范振玉他们这儿谈着了。进化，哎，那时候进化的就是这样。这你要听老师徐德亮给你说进化论。范喜良正好躲出一钉，躲在孟姜女他们家后花园了。哦，拿着假山耗子。嗯，孟姜女一看，坏了啊！这一大小伙子，嗯，看见我手了，这不行啊！那怎么办呢？这得嫁给他呀！瞧这手就得嫁给他，这赶紧就找媒人说媒，就算嫁过去了。哦，就嫁到范喜良他们家了。是，过去就这么封建。对，你看见手就得嫁他。对呀，旧社会，旧社会，新社会行吗？新社会怎么样？看见手就嫁你了。啊，游泳池里应该嫁谁呀？这是我，现在都这样。旧社会啊，太惨了。旧社会对妇女压迫，对，大家伙那真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啊，嫁根扁的都得抱着走。嫁根扁的有吗？哎，你看《红色两军》看过吗？啊，看过，老电影。木头人啊，对，你看男的没了，怎么着弄一木头的抱着？哦，你想你那时候就这样，这也得守着。那木头呢？那你怎么着守着？嫁根扁的抱着。对，旧社会太残忍了。对。我倒是没赶上这个，没怎么赶上啊。我听说过啊，我们有一个街坊啊，一位天津大
大嫂，我天津人啊。有一天跟他爱人吵起来了，哎呀，跟他爱人一边呼一边说，咱们在旁边一听啊，怎么样？就这货呀，太残忍了。哎呀，那对妇女的压迫呀太重了。那这位天津妇女她怎么说的呢？这是天津大嫂啊，您给瞧瞧，我给您学一学。您来了，她这么说的。您来了。
该刷了。说话呢，您光张嘴不出音儿啊，还得出音儿啊，得有声响啊，出这个，嗯，很特。没出，没出都有，叫板，不像话。您怎么也得唱个一句半句的，唱一句半句，我就能知道是哪出戏。听这个，您来，怀抱中有志意。分别让多唱啊，什么挺好还拦着这个节骨眼儿，是这么回事。行不错啊，好，有机会啊，嗯，有机会上家去给你说说戏，给你掰扯掰扯身上嘴里边，咱中午炸酱面，咱就甭提那个，甭哪天了，我看今儿就行。今儿啊，咱俩合作唱一回怎么样？什么人？咱二位合作唱出戏。我跟你唱出戏啊？呸！哎呀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？我跟你唱戏，我专业演员，我七岁做科，二一才出科。你臭说呀，我跟你唱戏，你几级？行，胡闹！我站住了，我跟你说，好，这位脾气太大，有自虐的行为啊！你几级？就这脸都。行，那您就看您挑个角色，我别挑，不太会挑。
这不太会，别别，你跳，别那么谦虚，你摘你会的，不你就会一个，我跳过来，你没角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得有角啊，对对，你跳。那我跳，你跳，我跳，我来个刘备，刘备刘玄德，刘备刘玄德，哦，这我知道，哦，您知道，刘备刘玄德，大爷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家住大树楼方，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赵谢良。哎呀，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。行了行了，别卖嘛，老四，老怎么哪来的老四？有这我知道，我知道八扇屏，我也知道。我这么说说，我就告诉您，有这么一个人物，您知道就行了，知道就行。您是唱个角色吧，我别别我装啊。让你替我挑，你替我挑，你替我挑一个，我哪能替您挑？你在你来不了的那个，想跟我学的，跳过去，这不好唱。哎，对，来不了，来一点的，跳过去。这里有一个主角，您来个诸葛亮。行，诸葛亮我的，这怎么样？行，我后边还得赶个张飞，张飞，张翼德，张飞我知道，哦，张飞是你马壮人。桃园街以来，大爷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。行了。我知道您知道，我还听着好像您刚才背过一遍。背过。我甭管，反正好像背过一遍。知道您知道的。张飞，你还来张飞俩活？那当然了。俩活这不信呢啊，我一活。哎，您不但我俩活，您也得来俩。我俩活。哎，您后边还有个鲁肃，鲁大夫。鲁大夫，哎，山东的大夫。我看见拍照上都写鲁，山东大夫，大夫就是医生，对不对？在庙口有挺猛。哪儿啊？没有医生什么事儿，大夫我。咱不要这个鲁肃了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咱由这个刘备过江起啊，张飞闯帐就完了，没有鲁肃的事儿。刘备过江起，张飞闯帐就完了，就完了。当家这点对，起活精彩的，行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好吧，唱吧。那您得帮个忙啊，您得帮我搭搭这桌子，来，来，帮我搭搭桌子。你演。我跟你大哥，我专业跟你说相声唱戏的。我跟你大哥吧，你扫去扫去去，到哪不是我自个儿的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，大年初一。
要您是会的，你说谁不会？你说谁不会？我不会。
你看，你有我做治国皇上吗？你管不着这个啊，到这你就得叫我主公，就是叫主公。对，再来啊，啊啊先生，啊公啊公主公，主公啊，主公，记住了啊。此一番东吴赴宴，你把孤啊害苦了。谁害苦你了？我害苦你了？你让大伙儿听着，你讲理不讲理？怎么？我专业演员跟你唱戏，打上来我自个儿搬的桌子，我自个儿搬底子，还不害苦你了？谁害苦你了？不是你害的，那谁害？诸葛亮害的。诸葛亮，我哪儿找去啊？我，你跟我说找找，你演的谁？诸葛亮啊。明白过来，好告诉我，打家伙去吧。老恩先生，李福当，你比光发长江，龙潭虎穴不去闯。捏起，二句是江洋左，江洋，哎，二
唱出来是山人八卦秀对堂江阳，还真的。你看看山人八卦秀对堂了，江阳啊，秀对堂，堂昂、哎、江阳。没有前篇，来三句，三句，三句，因为跟诸葛亮没什么关系。谁说没关系？你不是说的诸葛亮？真不是诸葛亮。蒋申起坐中军帐，说的就是诸葛亮。真是诸葛亮？可不是嘛。哎，诸葛亮，幸亏问了啊，一点四句。三句，四句，三句，四句，三句。他一句不对，别买了，别买了，赶紧说四句。等候涿州一德章，等候涿州一德章，喂，大家，唱啷子来的，唱啷子来的，唱啷子来的，唱。哎，主公赏马心，赏我爱心，赏我爱心。
个。哎，你早告诉江江江我了。这有说江江江的吗？来，算了啊。乱醉如泥，好这口吗？那经常的喝多了，幸亏有你母亲管着。
没你母亲管着麻烦了。我妈常没事，你爸都摸了回到家，你母亲非常生气。哦，就差摸了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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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你爸爸啪，在1953年美丽的和谈的头北界和他们疯狂走南朝，行了，提皮白不还呐，唱一大段二中过，唱完了。我妈也歇够了，就是我爸爸力气哈，有一个酒迷爱喝酒，刚才在那唱好，再翻一个啊，大伙儿一会儿喝，再翻一个，不忙的管着，嗯，喝了啊，再喝多了啊，甭想回家，你这勾在门口站着，别想进门，因为有什么阻挡，找朋友商量嘛，那天找我来了，兄弟。我爸爸管你叫兄弟，大哥，来，大哥也不行啊，老虎，老虎，哎呀，好，金子啊，金子，你说怎么办？你也喝酒，你媳妇怎么着？要我媳妇管我进家门，我说你笨人笨，你看，夫妻相同，看你强不强，你强他就弱，你弱他就强，你别等他去发火，你先跟他发火。门口，那次我喝多了，站门口，咣咣咣踹门，咣砸门，门一开吧，衣服往脸唰就摔了。我媳妇一看，哟，光膀子大冬天别冻着，来劲了，热水烫脚，沏壶热茶，第二天烟消云散，事儿了，这就完了。你爸真听话，那天又喝多了，嗯，啊，成，咣咣咣砸门，咣咣咣踹门，别说门还真开了，嗯，嘁哩咔嚓把衣服都脱了，我们脱上衣，他都脱了。刚扔进去，又关上了。里面还有语音说话，干什么呀？下一站西单。这两个毁桌子的下去了。哎，是。你说说这么一段子，还给桌子弄坏了？干过装修吗？我不做成这俩孩子，没有您稳当。哎，您客气了，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，不是吗？扎扎呼呼，嗯，这黄鹤楼都有鲤鱼打底了，您知道吗？您瞧，这不好挨着。学徒说没学过这人，是您跟谁学的？哎，老师也不教我，说你太胖，打不了底儿。您就甭跟你掺和这个，我喜欢高峰。哦，我，你这稳当是。就平常说话就慢条斯理的，啊，我急性子不行，有点文化吧？哎，倒是有点学问。好啊，找工夫，找我去，上我那去，上您那儿去，别买东西啊，空手。您甭提这景儿 啊，我上谁家都不提这东西。上完去，我好好给你驳斥驳斥。什么语言？驳斥，夹着夹着你。跟您这话我们都不懂，规矩您。您打算要干什么？您是干啥？爱惜你啊！什么什么我的，还没看出来啊？您是干嘛的？好，我一上台，我这意思啊，没理会。厨子。厨子。就说你这话，你就有罪，你知道吗？找一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，就是。你不服老前辈，这叫知道吗？谁老哪儿谁的老前辈？谁的老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我是宗室，色儿不对。色儿够倒是有，什么够？我们旗人，旗人咬大嘴巴不是？我们黄带的，我是黄的，你是黄的，黄的，黄的啊，黄的没进去。各位，这年头改良了，你知道吧？搁100年前，这就完了。我们爱新觉罗，知道吗？谁呀、啊？我搁100年前，我归宗人府管，就你这样的，走马路上跟我这么说啊，宗人府过去几个掏出来，嘣嘣嘣，怎么样？就把你车带扎了。
起字的，知道起功吗？大书法家。哎，我们哥们儿，您是起哄。我们都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起哄啊！我爱新觉罗，我什么爱新觉罗？有学问。您呐，啊，我还学问了。给你规制规制，上我那儿去，我好好夹门夹门。您甭夹门我了，您甭夹门我。您说您有什么能耐？有神马能耐呀？夹门我呀！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嗯，诸子墨家三文五典，这您全会。青狮子题，哦，诗词歌赋，好嘛，吹打弹拉，嗯，琴棋书画，花鸟鱼虫，了不起，那是什么全行？最好的吧，跟你说最拿手的叫吟诗作对，吟诗作对，最拿手就是吟诗，哦。看出来了，外边没有啊，都我自个儿写，街面上不许卖，知道吗？卖就得抄进去，抄进去干嘛？抄进去吟诗嘛，作对，咱们拿着，咱们对，我这就做，逮谁跟谁作对了，人缘也不怎么样。我有学问，碰着我了，必须得跟他作对，好嘛，必须得连连句，哎，谁都恨您呢。对，别不服，别不服作对呀、啊，对，作对联，作对联，您行。什么叫行啊？跟您这么说 啊，今儿碰上您太好了。怎么着？我平常也好奇一些个文墨消遣啊。这般啊，看见您、啊，今天咱二位在这儿对对句，怎么样？谁呀、啊？我跟您、啊。你和我呀？啊，各位这不拿我玩笑吗？这不，这叫什么话？我起过。对呀、啊，我那对子都哪挂的？哪挂着？没看见过。您说出来、啊。你跟我对句啊。乖了，什么口头语言呢？乖乖，各位，您有看见我这字儿的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来北京多少年了？来北京日子不长，日子不长啊。去过美术馆吗？去过两回。中央美术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到中央美术馆一进大厅有名著，啊是是，柱子两边写的对联都是我写的，这边上联，这边下联，我王月波写的。中央美术馆。对，那是您写的，哎，那永不出馆啊，那是镇馆之宝。是啊，就是这只要是不拆，永远那挂着。您不说您写的吗？啊，您给各位说说一词儿，啊，好不好？我那对联，既然您写的，您准知道啊。您说说我去过吗？你看看去不就完了吗？我是去过呀，在座的保不齐有没到过的。您念念让大伙儿听听。我舍不得说，各位，我这对联绝了，至于的吗？就词儿啊，书法无一不好，写完了。旁边那挂什么徐悲鸿的、齐白石的、张大您别旁您别捧了，我这正当件您别捧、啊，您把您正当件的对联您念念，您听听。真的啊，好不好？要不你不是？哎，我学习学习。一进大门 啊，这边这写的啊，上联，请勿吸烟。那这下联呢？禁止喧哗。别比划了，这不是标语吗？这，那都电脑打出来的，那是你写的。大会堂也要用那个，不像话。立博、字博都要用那个。大会堂还挺不吸烟啊？他们要贴那儿，不像话。您就这学问？你呀、啊，你这我就瞧不起你，这还跟我连连句儿呢。我跟您连句作对了，您这学问太行了。行，这没关系，为了满足你，让大家看看我这小来。您同意了啊？赶紧来一回吧，对的，会规矩啊。您规矩吗？人，你出多少字，我就对多少字。我就明白。你要说三个啊，我对三个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说八个，我这对八个。就是。你要说五七个，我这对五七个。有五十七个的对。你要说五百个，我对五百个。没这么高房顶，往哪儿挂呀？我说这意思。没这么多字，这字得对得上。啊、那当然，对一个字对一个字啊。听我这上联。上联我有这么一个上，嗨，你对什么？小朋友都会这个上对下，上对下，左对右，哦，上对下，我有个天，天对地，地啊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山花对海树，日日本桑木，还小点，还是鼠来宝，这有板有板，还没完呢啊啊。我这上联是盐，我你这醋，醋，盐打怎么咸，醋打怎么酸？哦，盐是固体，醋是这个液体，哼，都是调味品。好，对的工整。上联是好，
逮逮，好歹咸鱼成语。哎，为人必须要知好知歹。对，不能跟您是不懂好歹。谁不懂好歹呀、啊？还没完呢啊！还有啊，上联有个是，完全对套套。你那知识，我这多套啊，这又下上了。哎，做得好。我这五个字连在一块儿，就是一对子上联，是吗？上天演好事，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，灶王对儿。您过去家里有灶王龛，这是您别说，这天灶爷这，您这天灶奶奶这个，您对回宫降吉祥了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我说上，您为的什么？为的下呀。天言不好改。是炮，哎，上天演好事，我下地醋逮炮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词儿？不、哦、就是下到地底下那醋把那炮逮着了。怎么逮着？那、哎、那个醋对着炮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有电脑游戏，魂斗罗这。哒哒哒哒！别别别别别！您这学问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，这赖我呀？可不是赖您，赖谁？这赖我呀？赖谁呀？各位，这叫坏门。我怎么坏门呢？对付徐德亮这样行。说我别来这个，乖乖。又来了。你欺负人欺负惯了。我欺负谁呀？哎，你欺负那样的行，别欺负我，这叫坏门。嗯，我这对对子，上天演好事有差说的吗？应该是。一字一字往外说，对字对字，最少俩字。俩字能对，那是来一个俩字的，听听，听我的上联，羊肉，我给你对萝卜，什么对萝卜？羊肉穿萝卜，吃什么？大饼，哦，熬点精米粥，呵，切点好咸菜，嗯，一荤一素，吃饱了，再听我这上联啊，什么？绸缎，萝卜，刚才那羊肉萝卜全是吃的，绸缎萝卜挨不上啊。挨不上，绸缎。您那是什么绸缎？做衣服的绸子缎子。哎，我这是罗布啊，九丝罗大纹布罗布。哦，改了这个罗布也能做衣服。哦，听我上联。是，我这上联是钟鼓萝卜，钟鼓也萝卜，干萝卜，敲的钟，打的鼓。我这是敲那锣，打的那锣，锣鼓。萝卜，我这是岳飞萝卜，你怎么老萝卜？就是萝卜，岳飞呀、啊，萝卜，岳飞是忠臣，萝卜是孝子，没听说过，小萝卜孝顺大萝卜，像，啊，没有学问呐，你别老上口，我听着那么难受呢。看个剧呢，京剧，游六殿，哦，木莲僧救苦。对呀、啊，木莲僧是法号，是是。俗家姓什么呀？布啊，叫什么呀？萝布，有萝卜吗？我给他找去了。那没错。哦，再听我这个萝卜，我说了，我先说一等着你，不会讲话，说俩字就是萝卜。那有仨字呢？大萝卜。四个字，好大萝卜。五个字，好大个儿萝卜。一筐萝卜卖给我了。一样啊，有背心儿，有象牙白，有心儿白，都不一样。您站住！这沙窝刚带来的，大个，别啃了，倍儿甜啊！听我这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萝卜筷子不洗。遇见一卖菜的，你看看，哪那么些？那你就这个俗玩意儿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水平，我也俗中透雅，哪来的雅？大俗即是大雅，没听见说过。哎，这里还雅呀？那是。再听我这个，还有呢，给你换个雅的。来来，我听听。听我这个啊，我这是，看着啊，哎，这个好。哪个？注意啊，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有下联了，你对这个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吐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您等，别说了，倍儿溜。什么溜？您这绕口令。你那也绕口令？谁说的啊？我这对子上联啊，没听懂。有讲啊，让我听听。您注意 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啊，说的是我母亲。嗯，我母亲呢，好吃螃蟹。哦，我们那大嫂子爱吃螃蟹。嫂子叫什么？不认识。我妈，你叫嫂子叫什么呀？弟妹。对了，嗨。什么来？我叫什么呀？我母。就甭管叫什么吧。说这个事儿啊，怎么叫吃蟹不足呢？我母亲爱吃螃蟹呀、哦，买了一回螃蟹，把它吃了，吃了，可是不够，
哦，没吃饱，不够吃的，这么叫吃蟹不足。吃蟹足呢？哎，吃那个剩下的螃蟹爪啊。这叫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，把这螃蟹爪都吃了，还是不够吃，吃足仍不足。你妈够馋的，这怎么说话？这是对的上联，那玩意儿大寒，吃点得了。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，就这个啊。听你的下联，这没什么，不可能啊，对出来就得让你高兴。来来。骑驴磨地，骑驴定，骑定还磨定。啥玩意儿？这是乱七八糟！这句话是学了什么玩意儿上头？好，听听这上头了就好。哎，不是您这不挨着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不挨着？这常挨着。您能讲讲吗？那当然了。能讲吗？骑驴磨腚。怎么讲？有一根骑驴啊啊，他不太会骑。怎么样？这驴这个脊梁啊，磨的那个臀部，啊，屁股啊，这就是骨气。跟这人合作，我这头一回听。这叫骑驴磨腚。骑驴腚，他往后吞了吞，骑这驴屁股上。骑驴腚，骑驴。骑腚还磨腚，哎，这个上了当，咱骑驴屁股上还磨得慌，这么着叫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，对，公道不公道？对的还可以，这叫虽不重不远。您别晃了，您别晃了啊，蟹黄了，鸡蛋似的，您这脑袋就是磨的，我告诉你。就别放了，好不好？听我上联吧啊！我给你听上联，注意啊！咽气了，什么词儿啊这？听我上联啊！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给您对啊！来，你太缺德了，何出此言？北雁南飞啊，双翅东西就是分上下啊，东西南北上下你全占了，你这有讲啊？还能讲？当然了，讲我听听。说这大雁呢，嗯，最准，嗯，一到季节了，北边的雁子往南边飞，这叫北雁南飞。可是双翅呢，两个翅膀是在东西，嗯，飞的时候不能这么直的，它是波浪式的上下。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，那我怎么办？管你干什么？你东西南北上下都占我，对什么？您不是有学问吗？听您这学问呢，这叫犯赌，知道吧？各位，什么叫犯赌？外场摸人，没听说，是这意思不是？看看您的能耐，刚来北京就这些日子学这个，您不说您学了学好，记住了，这还不行吗？行，听这个，哎。前车后辙，两轮左右走高低。哦，嗯，我这是北雁南飞，前车后辙，双翅东西，两轮左右分上下，走高低，高低上下，上下高低。哦，这叫随不重不远矣。又谢一个，怨我多嘴。还有吗？听我这个上联，告诉你怎么着，随便出啊啊！只你能出题，我就能对句。我出题，你就能对句，就能对句。听我这上联，说吧。说二人断木山林中，胖猴孙也敢对句。来，该你了，舞台监督。谁骂你了？怎么着？二人断木山林中啊，还胖猴酸？这猴有胖的吗？我这刚说你出题，我能对句，也敢对句，骂我是猴？您别多想啊！谁别多想？您别往自己身上联系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没这么回事啊！我说的是啊，有两个伐木工人，
在森林里头锯树，这么叫二人断木山林中。后边呢？这个猴啊，有个特点，最爱跟人学。有俩胖猴过来了，一瞧，俩人锯木头。你说俩人喝水去了，胖猴拿着锯过去削人锯木头。这么叫二人断木山林中，胖猴孙也敢对锯。跟您这体型没关系，我本来我还照顾着范老的面子，知道吧？范老的什么面子？面子有面就好办。孙大莲，哎，一马失足淤泥内，嗯。小畜生怎样出题？哎哎哎！我说我过来！你这可是骂街了啊！哎呦，我不会骂人，不会骂人，不会骂人。刚说完，我这能出题，你这小畜生跟您没关系。我说的是马，马。我这有匹儿马，什么叫儿马？就这马青，两岁口哦。刚学驾车，年头不多，是是，在天津学的。不会走，不懂得宅道走。有一泥坑没看见，啪，陷进去了，马蹄子拔不出来了，赶车的生气。老头儿，一马始足淤泥内，小畜生怎样出蹄？出题，我这是对句，这叫随不中而咱两遍吧。怎么样？好，服了吧？不能服啊！还怎么着？还有对子呢？还有呢？哎，接着听我这个上联，来，我听听。说空树藏孔，孔进窟窿窟窿孔，孔出窟窿窟窿空。走走，还账，还账，还账啊！大声窟窿，您看见没有？什么窟窿？还账？什么窟窿？账窟窿？哪来的账窟窿？什么窟窿？我这个是个典故。啊，这还典故呢？当然是了。讲我听听。讲您听听啊。说孔子啊，啊，就是圣人啊，是是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哦，有这么一天呢，走到漫郊野地，嗯，瓢泼大雨往下浇啊，下雨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没处躲，没处藏啊。哦，正好道旁有这么一棵大树，年深日久，让虫子给咬空了啊，是个空树。孔圣一想，啊，这里头避点雨吧，哎，他就进了这个树了。哦，这么叫空树藏孔。孔进窟窿呢？孔子进了窟窿了啊！孔进窟窿，窟窿孔，窟窿里有孔子了。窟窿孔，孔出孔。雨过天晴，孔子打窟窿里出来了。孔出窟窿，窟窿空。回头一看，这窟窿还是空的。哦，这就叫空树藏孔。孔进窟窿，窟窿孔，孔出窟窿，窟窿空。喘气了啊，用不着，缓气，气功扎实，就这个呀，哎，张嘴就来呀，来吧，肉吧嗒，窗哗啦，咔嚓扑通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滋滋滋，发药了，完了，对下联，禽流感似的，什么胡说八道，没有胡说八道，对是下联，先甭对啊，您这字儿跟我这字儿字数就对不上，严丝合缝，一个字儿都不差，不能够，你这多少字啊？十八言，我这也十八言，先数数我这个，数八。说注意啊，空树藏孔，孔进窟窿窟窿孔，孔出窟窿窟窿空，整十八个字。我这也十八个，你那够七十多字。没那事儿，你数我听听。不信你数着。来来，肉发达，哐哗啦，咔嚓扑通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滋滋滋。多少字？也十八个。哎，没错，对字对字。这十八个字是对了啊，我这是典故啊，我这是时事，时事对典故，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下去玩，我在当院里边坐一躺椅，喝点茶，冲个盹，我这凉快。嗯，肉吧嗒，这是飞过来一个花的景儿，撞窗户纸上，肉吧嗒，哐！我一生气，着急，夸叽，我把这个茶杯掉地上，哐！
哗啦，茶杯碎了，哗啦，咔嚓，给躺椅折了，咔嚓，扑通，我掉地上，扑通，哎呦，坐我腰了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我放仨屁，子子子，鸭子一耗子。对，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，在这个语言方面有所研究。哎，这个研究啊谈不上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是个语言的艺术。哦，那这么说，在这个身形上、表演上这些方面，你们还是欠缺呀？可以这么说吧，看吧，看机会吧，看机会吧。有机会我给你们说一说，有待于这个艺术提高。你先等会儿，我喜欢培养青年。什么培养？你是干什么的呀？你就给我们说说。你看不出来吗？没瞧出来。我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搞舞刀的。什么舞刀？啊，您是练武术的。不是，舞刀，硬气功，大刀剁骨，舞刀，你怎么个舞刀啊？就是那个舞刀。行行行，孔雀舞，让他糟践了。舞刀是。也有叫舞蹈的，怎么没有啊？就叫舞蹈。这个您得原谅啊，因为啊，我刚从国外回来。哦，这个国语啊讲的不大熟练。啊，我瞧你挺熟练，你连我们这土话都会说呀、啊。哎呀，这个说这熟，我讲的不大清楚，哦，不大准确。哦、您打国外回来呀、啊？刚刚回来。那您就是外宾呢？外宾啊，挠，挠啊，华侨，挠。那你是中国人？挠。别挠了，再挠血就下来了。哦，挠什么呀？啊，不是，您到底是哪国人吧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啊，我父亲是中国人。哦，我母亲是美国人，就是我们这意思啊。这意思明白了啊，这还是合资。合资啊？怎么叫合资？不明白。中国人跟外国人合作生产的东西都叫合资。哎，那咱们不是外人吗？啊，不是外人。你跟我一样吗？啊，不一样，差多了啊。我父母都是中国人。您这叫独资。哎，我那意思你不明白吗？您这意思明白啊？像您这样的学名叫混血儿，哦，植物学生叫杂交，我们这俗话叫串儿。你糟践我，没有意思。有你怎么说话呢？说这么热闹，您叫什么呀？我的名字啊，我的全名叫何云伟美纳逊。这名字够贫的。有讲啊？怎么讲？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，给我起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叫何云伟。哦，美呢？因为我在美国生的，有个美字。纳逊。我在美国演艺界呀，有两个小徒弟。谁呀？一个叫美当娜，一个叫杰克逊。合着您是先收的徒弟，后给自己起的名字。这个叫做做后加的，就是这一辈也赶不上我后。是是是，哎，那您就是舞蹈家呀？这么一说啊，倒是有这么说的。哦，舞蹈家。哎，您别看我啊，生在美国，长在美国，但是我不在美国待着。哦，那您在哪儿待着呀？定居在英国。哦，英国。英格兰呢？是是，我这英语啊相当的好。哦，讲理，我在英国给他们上课，舞蹈学院
大伙儿一听，讲理高人啊，您给我说说啊，英国话，英国话，讲理的英国话可以呀、啊。啊，注意用我的发音啊。Hello， 刚腿伸腿弯伸弯叠伸伸前四叠四叠三叠四杠。讲理，怎么样？没听出讲理来呀、啊。注意吧，太快，您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Hello， 刚一翻身，腿弯身，弯弯叠身，再前四叠再三叠四杠，讲理。除了这 Hello， 浩哥这不像英国，不像英国话呀，这个。没听出来吗？再慢点。我告诉你吧。啊，怎么意思？刚知道吗？刚，水缸。啊，知道。缸啊，比盆深。哦。盆呢，比碗深。碗比碟子深。最浅的是碟子，最深的是缸。啊，就是这么说、啊。哎 ，Hello， 缸里喷身喷完身，完了叠身再牵死叠叠死叠死缸。这太讲理了。就这个，给他们说的一愣一愣的。外国人听不明白这个。哎，我主要是搞这个教学。哦。哎，搞这个舞蹈方面的。是是。哎，可以有点成绩。哦，有成绩。成绩大了。嗯。怎么样，我这？您这个。嗯。搞舞蹈，那您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干嘛来了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是个搞舞蹈的，你们请我来的。哦，因为我在英国腕大了。啊，我不是瞧不起你啊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要到了英国，你不会要饭。对，没您会要。不懂，跟人交涉，什么多少钱呢？这个你懂吗？这不懂啊。完了吧？我行啊。是啊，你没去过英国啊、哦、高级的大饭店大餐厅特别的讲究，不是你去的小饭馆，人家外边有那个大水池子，拿那个洋灰砌的磨着的啊，里边埋着俩破胶皮碗子，还呲水，还呲水，那叫喷泉。对，有泉啊，我那洗的手啊。嗨，别闹气，没有咱那儿让你洗手的，讲卫生洗干净的啊。进去以后那是转门。对对对，转门啊，就一个一个进去啊。转俩人不能一块进，怎么呢？撞脚后跟多新鲜，不会出危险。是，进去以后那些个英国的服务员呢，那叫侍者，嗯，给我鞠躬行礼，多礼貌啊。不爱搭理咱是花钱的，咱是消费者。嗯，我拿我这膀胱一扫。咱拿这膀胱一扫。膀胱懂吗？孙一宝。不是，你不懂啊。这样看这叫直观，这样看这叫膀胱。人人都有膀胱，我有没有俩膀胱呢？你这比我大。这不叫膀胱，这叫余光。膀胱都一样，也不差多了。一样，一扫进去，我拿那手杖啊，拐棍儿就来，不是拐棍儿，手杖，就是有身份的人才主乐。是是，拿去。给他了，哎，他也不要，他给存起来了。大衣太热呀，真不能穿着。脱了，拿去。我这服务员份儿够高的。英国人吧，太热了，没活得待了啊。是。多多长的没活呀？手套。罩儿，耳帽，戴的够全乎的，大套。别脱，脱净了，您让人那洗澡。这里边那热呀，都把我这棉背心脱。妈，还穿着棉背心呢。哎，凉凉快快的，找一干净凳子一坐。啊，带上那围嘴儿，带围嘴儿，餐巾，怕把我衣裳染了，就是怕弄脏。哎。掏出一颗香烟来，咱蹲蹲。这火该换火石了，这。
么意思？上啊，上菜。哎，威士忌、勃兰地、面包、果子酱，带两头蒜来。面包、果子酱就两瓣蒜子，那配套吗？不配套啊，就这么吃。我是顿顿不离蒜。是啊，整头整头的红皮蒜，爆开了，搁嘴里嚼，嘎巴嘎巴嚼，嚼完了以后脆了，干嘛变了啊？变辣心。明白，就嚼，包里就嚼，嚼有用。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大餐厅里边啊，带那个舞池。有啊。有几个英国的妙龄的女郎啊，啊，懂的吗？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哎，对了，一个人来的，没带着舞伴，离老远就看见我了。这小伙子长得人样子，特别的标致，又知道我是舞蹈家，得请我跳舞。这不好意思，不是面子，不跳不合适，跳吧，带刺，怎么办呢？拿这蒜味盯着，怎么盯着呀？他一请我，我成打嗝，哦。哎跳的刺，那这么说您跳的好啊？好，舞蹈家嘛。是，跳这么好，您跑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没告诉你们，你们请我来的。是啊，你们那个中央舞蹈学院有啊，请我来给他们上一上课。嗯，哎，你们那个业内人士啊，太热情了。嗯，到机场接我去，抱着鲜花，拿着笔记本让我签一签名。还签名？哎，有的还说呢，说何老板，您上我们那儿跳一段去吧。啊，不行，哪有那个时间呢？签个名吧。演完以后该走就走了，有那个不走的业内人士啊，都是知名的舞蹈家呀，哎，他们就租了一个面包一大发，哎，上那大发，那大发连四环都不让进，我腕大了，那就多接了，您坐这车不怎么样，在这个大发里头，我跟他们这个业内人士啊简单的聊了一聊。都聊什么了？就是舞蹈方面的问题 啊，我主要给这个篮子呀说了说腰。这篮子是谁呀？刀美兰。刀美兰，刀美兰，我说你这腰啊不能这么跳了，这么跳会吃亏的，知道吗？不能这么跳了。这刀美兰这岁数都快赶上你奶奶了，你叫人男的，能耐大小啊，啊，按能耐说话呀，你就不能这么跳了，这么跳会吃亏的，这岁数就别跳了。那么我又给这个帘子呀说了说几个。帘子是谁呀？帘子不懂吗？不知道。帘子陈爱莲。陈爱莲舞蹈学校。哎，对对对，陈爱莲，给他说说去。那叫帘子。哎，我说你那袜子不能这么穿了，那个带框子就不穿了。不用你说，人也知道。后来我又给那个瓶子呀说了说手。行，你再给罐子捏捏脚。不认识的，我说得着吗？什么叫瓶子呀？杨丽萍。杨丽萍叫瓶子。你叫杨子。这位是满嘴的胡天，你太能吹了，给他们说说去。别说了，光说不管用了。今天您给我们跳一段怎么样？好，怎么样？跳什么？交谊舞。交谊舞，咱们俩来一回。这是俩人的。是我陪您跳啊。你别老跳啊！你会吗？会，妈呀，经常的跳。那舞厅你去过吗？还不光我，年轻的朋友谁没去过舞厅啊？你说说舞厅什么样啊？那迎面有一大玻璃门，哦，进去一瞧，上头是红绿灯交替的闪烁，哦，下边打蜡的地板，那边有一小乐队，那儿一奏乐，大家在舞池里头翩翩起舞，这就跳起来。还小乐队？啊，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。我知道，什么三弦儿啊，什么琵琶呀，三大件。没有那个，人那是洋乐，哎，人那个。小提琴，对，还有这个手风琴，对，这个架子鼓，哎，对，还有这个电吉他，还有这个，行，你别比划了，别比划了，这行吗？这个会啊，咱来一来，来来吧，来来行了，把这桌子往后搭的，哎，大哥，搭搭，哦，好，咱们俩呢，就在这舞池里头跳舞。哎，行，扮演一下这大男大女。行了，我来这大男。哎，哪儿你就大男呢？大男的没经验，是吗？一般这男的得比这女的高一点，知道吧？哎，别翘脚没用，晚了。你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头比你稍微矮这么一点？甭稍微，多多了。
我在国外呀，经常去这局。哎，对，您在国外干什么？我们也明白了。家伙啊，看头。哎，人要一漂亮，怎么倒着怎么走，太没羞没臊了。这得记名字的，是行吗？行吗？没意思。现在就开始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您在沙发上坐着等着我。还有沙发呢？有啊。哎呀，可太舒服了啊！先来了，坐坐。没有，食物没有。哦，不食物表演，不食物表演。坐着，我坐沙发。坐沙发呢？坐马桶呢？这是？坐沙发没坐过呀？我养着点，不能在一会儿养着。这得坐，比站着还累。能不能？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
叫什么来着？您这有情可原。我叫于谦，说相声的于谦。啊，谁不知道？没有啊，说得好，不敢。嗯哼，有老师没有啊？有啊。谁呀？我先生是石富宽。你是他太太。咋两口子？不般配是吧？不般配。废话，能般配得了吗？啊，先生是师傅的意思。先生就是师傅。对。你拜他了。啊。你是他徒弟。对。你算糟践了。瞧我就糟践。客气了的。不客气的。浪费了。我什么材料我就浪费了。浪费了。啊。你拜他，你这不如拜我呀。你拜我，你早是人了。真的。我现在还不是人呢。真的。怎么说话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37了。嚯，野猫37了。野猫37了。是也大约37了。也37了就完了。可惜了，这么大岁数。怎么了？你这多余啊。拜我多好啊。我啊。啊，拜我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呢。啊，浪子。是你拜我，咱也不讲究什么形式了啊，就在这儿，就这些人做见证，磕仨头我收你，来吧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。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啊，百忙之中大伙儿来，谢谢，快点吧，等不了了，快点，实在等不了了，你先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啊，什么？您是谁呀？我就拜什么师？上来没两句话我就认一师傅，哪儿啊？孤陋寡闻呢，知道吗？我是不知道怎么。你不认识我呀，浪子。咱别提这浪子了，行不行啊？浪子回头金不换吗？没有，我回不了头。不认识我？都认识我呀。谁呀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三楼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有三楼吗？这什么眼神儿？你看人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。哪儿啊？我是著名的大个儿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。大个儿没看出来。你不认识我呀？不认识。完了，一这半辈子糟践了。人都很尊敬我呀。谁呀？今天中午人家观众还请我吃西餐呢。还西餐？您没吃过吧？你完了，你吃吧，你长得没那脑袋。咱们吃西餐去，往上一坐啊，意大利面。好。意大利肉酱面多好。服务员也客气。大碗小碗的，大碗的呀，这也分大小碗。告诉师傅要宽条的，现抻现煮。我在的，意大利离咱这也不远，那我知道。在甘肃这边，长得是一清二白，知道吗？当时特别什么呀？我劝您啊，下回要酒印儿，酒印儿。我喜欢要裤带穿的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没吃过西餐，您知道吗？您马兰拉面我吃过。观众很尊敬我，就是你不认识我。谁认识？我是老艺术家了，谢谢各位，知道吗？你老带这么一谢谢各位，不贫的。啊，你关招嘛，我乐意。我是艺术家。嗯。真的，不说瞎话啊，骗您，我是石富宽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别拿我师傅起誓啊！起誓吗？提示，唱那么些年戏了，唱些年戏了，唱什么戏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打小咱科目出身，你跟我差不多。你是？我结巴出身，啥字儿治去？治什么呀？结巴吗？磕巴也不像话。磕巴吗？唱戏那叫磕班儿，磕班儿，磕班儿啊！对，打小咱们磕班儿出身。是吗？你这多少年了？傅连城的学生我是。老戏班的，对，傅连城，傅连城，马连良、裘盛戎、谭富英都是那儿的。现在都没有了。解放初你们就知道没有了。啊，喜连富盛、世元运庆嘛。对呀、啊。到解放初期不让干了，不干了。哦。其实是没停止，转入地下培训。戏班也转地下。对，我们艺名都连起来了。什么呀？有喜字的富字一颗颗排没。喜连富盛世吗？对呀、啊，喜连富盛、世元运庆祝建国56周年。年字磕的，哦，最后一磕了，我是最后一个年磕的。哦，您叫年糕，年糕，谁不认识我？郭年糕啊，还郭年糕，郭年糕嘛，加上本姓加上艺名郭年糕，咱也姓郭。我们年终都评，
凭业务好坏，然后把你评比的数字加上面去。哦，比如说马连良，他是考一第五，五马连良。哦，这叫五马连良。张君秋第三啊，三张君秋。我年年第一，您一锅年糕。还有什么气呀、啊？这里温气，温气，没有不知道我的。是，我的唱腔特点是软滑香糯，有浓郁的江米风格。对，宝九，宝九夸我，宝九知道吗？没宝九。梅兰芳的公子，对，俩儿子，大的叫宝九，二的叫九宝。猴啊！不是九宝吗？九宝，宝九没宝九吗？嗯，梅葆玖最爱看我的戏，哦，夸我，怎么夸？爱听你唱的，哦，你的演唱有浓郁的枣香味儿，里边还搁枣了，搁枣香，就这么甜呢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跟枣似的，很少到北方来唱。您在？久战江南，少来华北。哦，您在南方？一直在南方，上海呀、啊、无锡呀、啊、苏州、哦、芜湖，就跟那个，哦，也来过，也来过北方唱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嗯，这话说来长了，前年吧。哦，那可长了。前年也是到北京来办事情，啊，我的师叔在北京住。您师叔啊？我来给他老人家上寿。还有师叔？他过生日，他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。那才叫师叔吗？啊，我师叔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，这个地名叫胡林儿。师叔，亲师叔。对对对，您说这胡林我熟啊，知道吧？熟。对对对，那地方净出什么粽子、年糕什么的。讨厌的这个人啊，讨厌，这实在太不领啊！我今天是没带着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干嘛还切给我一块是怎么着？这是个不懂艺术的人，你没法探讨。怎么探到胡岭那儿？废话，废话，废话啊！我师叔，我能是卖那个的吗？对吗？哦，老艺术家呀！哦，也唱戏。哎，有俩师弟，一堂子一下的，底下的都是年糕啊。他跟我师父亲师兄弟，知道吧？哦，那黏黏糊糊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是，谁沾上谁都分不开呀，黏糊极了。给老人家拜寿，我走的时候，上海哭得都跟什么似的，不让我走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在上海坐船，上海各大商界的老板站在码头边拉着我，你得回来呀。尤其是稻香村的老板，五子方斋的老板，哇，您不能不回来呀，这边缺货呀。他们怕我不回去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江南人最喜欢我，知道吗？哦，就到了北京，我是很低调的。是吗？我从来没有说去喊去，我怎么怎么样，没有，不接触媒体。哦，那这个他们都知道了。北京呢，《食品卫生报》。您先等一会儿，您怎么老跟这部门有交道啊？谁知道你都瞒了，没瞒了他们是吧？《食品卫生报》头版头条。一锅年糕今日抵京，哎，这就算到货了啊！我扔你脸上，连眉毛都摘了，是够粘的啊！这可讨厌这人啊！我们是艺术，要不然那能有这么些个观众疯了似的要求我唱戏？请您，北京一万多观众，哦，坐在工商局门口不走，您只要去这地方。坐那儿哭啊！嗯，今年过年不收礼呀，收礼只收过年糕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央给我呀，央给我不唱，我来是办事儿来的，不唱戏，我帮我师叔干活来的，哦，伺候老人家。嗯，老爷子岁数也大了啊，我跟他一块聊一聊，完事儿排遣一下寂寞，知道吗？我拿顺便还挣点钱呢，这个。我帮助他呀，帮助他干什么呢？您这是帮他料理生活呀，是不是？最后文化部门也找我了，也找您唱吧。哦，您不能不唱啊，地儿随您挑。哦，你说龙福寺，你说牛街，来吧，赶小事儿去。你气得我那能干不干？那可不行，那个这个季节风沙大呀，你都暴风一下子，怎么弄呢？脏了就不能吃了，不是？看弄戏呀，脸上还抹得黏黏糊糊的，回来沙子都沾上了。您把年糕抹脸上也不行。色呀，那个色呀，化妆吧。哦，你哪懂这个去？你是吧？不懂。最后央给我师叔也说了，去吧，去吧，人家央给你去吧。嗯，别客气了啊，不丢人啊，哪行不吃饭了是不是？
什么话呀？英爷来了。嗯，唱啊。能唱吗？北京城最好的园子。哪儿？长安大戏院。哇，行吧这地儿。哎呦，那最好的唱戏的园子就这儿了。那儿唱。贴牌子。排报。年糕跟这儿啊。前后排，不分前后啊。怎么办？票价一律1000。1000块钱一张票。票价1000，白糖奉送。怎么还送糖啊？这观众喝茶呀，喝点糖啊，甜丝丝的，看咱啊。哦，这么看。哎，跟这儿唱，水牌子一冲，了不得了。好家伙，我心里痛快。高兴。很少在北京唱。哦。天子脚下，我这回我卖卖卖卖。哎，闲一闲。啊，歇了3天。哦。这天我打门口过，一抬头，哎，我那年糕那广告哪儿去了？还是卖年糕的。嗯。怎么改了？啊、本剧场上演。高跷，高跷是庙会的玩意儿，是啊、踩着那腿儿，对，他不怕把长安的台弄碎了，你管着管不着？不是，应该是我的日子，怎么给他们呢？问问去，不就是？我问问去吧、啊，我心里很生气啊！哦， 哦，不尊敬我呀？是，那倒是，明明定好是我，为什么换了高跷了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改了？来到这儿，趟门就踢开了，嚯、哦，拿手一指经理，怎么回事？大伙有谱吗？嗯，不说好我唱吗？是，为什么换高跷了？哎。话是拦路的虎，怎么？经理这尴尬呀，不好意思，出去。进来。你别说了，您忙着呢。有功夫吗？这。不是定好了，我跟这儿卖，跟这儿唱吗？别把实话吐露出来啊！怎么又换了高跷了呢？是啊，你那个台不都杵着都是眼儿吗？哎，这个哦，也是没有办法啊。局里边来电话，哦，让我们上演一点高档次的节目。我还不如高跷呢。好，嗯，你等着我的啊，你等着我的啊。哎，你看我的。出来之后气得我呀啊！这叫欺负人！是啊，非得你这儿唱，北京城园子多了，那倒是哪儿了不能唱，换一个人民剧场。好啊，一样吧，大剧场唱戏的老园子。对，出牌子上那儿去啊！年糕挪到这儿来了，啊，票价1000，还不变，白糖照样放松。咱别老提这糖了，什么的，不是你必须得有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啊、跟着唱、嗯，出海报。哦，天底下全知道了。是啊，消息传到武汉，哦，武汉戏迷都傻了。是啊，哎，南方都很少唱啊。嗯，现在年糕运到北京去了，咱得去啊。对啊，来吧，都奔火车站。嗯，一天跑80多趟火车，哦，40节车厢啊，俩火车头，嗯，前面一个拉号一推，我的天，3天、啊，武汉空了，哦，没人了。全上北京来了，都上北京看过年糕来了。嗯，太捧了，喜欢您呢，我痛快啊。嗯，消息传到上海，上海怎么样？上海戏迷哭了啊啊！我说没回来呢，嗯、啊，上北京了，咱们得去啊。追您，追。嗯，大小轮船都坐满了，往北京运。实在没辙了，把、啊、家里洗澡盆扔到黄浦江里、啊，拿俩擀面棍就游过来。好家伙，谁出的主意啊？太捧了，嗯、啊，捧过年糕。哦，西安。西安怎么样？西安的戏迷哭得跟泪人似的。是啊，大伙儿凑钱买一大炮，干嘛用？一人屁股底下搁一大铁炮，哼、嗯，一炮打到北京来了。哇、哦，龙行一步，卧草沾恩。嗯，北京城什么叫酒店、宾馆、饭店、招待所，连洗头房都住满了。好家伙，都是人呐，都占满了。天南海北看戏的，嗯，屋里坐不了了，嗯、都上街上去，一个帐篷挨着一个帐篷。都住街上，配着毛巾被跟着等着。好家伙，看过年糕、嗯，太捧我了。喜欢您，我师叔很感动啊。哦，啊，出来慰问大伙儿，谢谢大家、嗯，谢谢大家支持过年糕啊，谢谢。哎呦，年纪不小了，给你倒杯热水，倒热水。哎，喝点。哎，您这个那来毛巾被围好了啊。好了。哎，你咳嗽啊？来，感冒药赶紧吃啊。哎呀，过来个小伙子，大爷有创可贴吗？哦，有。怎么的了？我妈吐血了。啊。哎、拿回来吧，把创可贴撑饱了，不管用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吐血了？看
不见过年糕着急呀、啊！啊，看不见年糕，我妈急了。别着急啊，这地这就得啊。好，多大岁数都有啊！啊，挨个的慰问呢。这边坐一老头，瘦长脸，卧过脸，山羊胡子。我师叔过来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支持。这么大年纪了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拉登。拉登上这儿听戏来了。登哥。登哥。太危险了。顾不了了。顾不了，先看完过年糕再说啊。可以报警，散戏之后再说啊。太真事儿了。看见了吗？为了过年糕，拉登都出来了。拉登太馋了啊！这很欣慰啊！这么多人支持过年糕啊！当然了，咱们这戏安排的也好。哦，戏码好。这天这戏码太好了。怎么？头一出，张建国。哦，那是西派的啊。知道，张建国也好啊。他们最早跟我推荐，我说不行。怎么？讨厌这戏派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咱们太戏不成个儿，你知道吗？多搁点姜米不就好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后来他们说了，说这不行，严兴狂。那也好啊。当时我就去，出去。严派。我要呸！我们这行跟严没关系，知道吗？这要不有更长的啊？最后定的啊，张建国，这戏也不错。坐楼杀鸡，好，哎，配合禽流感的节目，怎么呀？哪儿有禽流感啊？杀鸡呀、啊？没有，杀谁？杀坐楼杀鸡，杀鸡是吧？国西，好，好，好，坐楼杀鸡。哎，二一出是孟广禄、于魁智、赵秀君，仨角，仨人，好，什么戏？大宝阁二进宫。听去了，都是在听什么呀？他不吐酸水吧？大宝阁吗？大宝阁干嘛呀？啊，一花脸吗？大宝国，大宝国，对，二进宫，二进宫，二进国，人那玩意儿不跟您这似的，不进国的，就是他了。三一出是我的，您的戏卖就卖我这出，哪出？呵，哎，说实在的，就这出戏最看演员功夫。什么名字？不好来呀，你知道吗？哪出？嘿，嘿，不是什么戏啊？哪出？先说这意思，哼。哎，这什么轻易不唱？对对，哪次戏去啊？轻易不唱什么？您话逢年过节，尤其在当初在上海，我们都知道，你甭说上海了、啊、是哪出戏呀、啊、管着吗？喂，我跟你不过这个，你问着我吗？不是，怎么这时候急了啊？唱不唱啊？呢唱完了，唱了，唱完什么戏呀、啊、你来、哎、里边挂。年头太多了，是吧？不就前年的事儿吗？什么套来着？什么？戏名字吗？什么呀？什么套来着？对吧？哦，那一千。哦，不叫不老件，不老件，还是一千。一千也站满了。嚯！500人都进，都站着。哦。一管挑着看年糕。好，看啊！太棒了。嗯。到中午又来了，干嘛？又来300人，嚯、哦！看年糕，还看，站都站满了，你这蹲票，怎么蹲、啊？蹲着干吗？俩人站着，啊，上面碰肩膀，是、啊、腿底下控制，对，一个块蹲一个，啊，就这么蹲着，蹲票，嚯、哦，1000，还是1000，蹲票也看，也看，太捧过年糕了啊、嗯，都插满了，又满了，到下午5点啊，啊，又来人了，这个来400人。来400人，今天非得看，说什么也不走了，不行了啊！你这怎么办？没，实在进不去了。嗯，趴票，趴票，顺着椅子底下匍匐前进，费多大劲！一个凳子底下趴一人，嗯，1000块钱，还是1000，不落价。好家伙，可坐着也不乐意。怎么了？你跟这儿，我这脚搁哪儿？我这啊，没地方放。那你搁我脑袋上，搁脑袋上。哎，这也行啊。嗯。脚上踩着啊、嗯、哎，老林家，待会儿这个赵秀军出来，您抬点脚啊，我喊声好。哪儿那么大意思，麻烦这是、嗯、一会儿赵秀军上了这一抬脚，哎好，哎呀，又给踩回去了，太痛快了。头一出戏要上没上、哦、又来24人，这干嘛呀？要看年糕。好家带着刀来的啊，这要切。自己动手了，讨厌，你跟这卖行啊，嗯，
你没法说话。怎么了？知道吗？人家带着刀，人是有目的。干嘛还是切呀？不是他，能让他自个儿切吗？咱干这么些年了，是不是？您手份准？不是手份准，人家看戏来的。看戏带刀干嘛？今天不让看就死这儿了。太捧了！哎呀，24个人说什么不走？哦，经理吓坏了，跟我商量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实在没地儿了啊，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我一抬头，人民剧场这顶子上有8个吊扇，干嘛呀？一个电扇是3个叶儿，哦，一个叶儿上吊一个，吊着呀，1050位，怎么加50？加50块钱收的钱，好。怎么样？好，来吊吧，吊吧，也吊假梯子，把几位全吊上了。好家伙，吊上之后又不乐意的，啊，同样花这么些钱，嗯，为什么他们看舞台，我们看后边呢？啊，俩印儿朝后，没办法，我给经理出一主意，你把那电扇开开。快回来吐了，知道吗？你知道谁晕车呀，啊？是吧？一速慢慢转，仨人倒班看，太危险。而且这24位散了戏别走，怎么？我送快匾，写什么？24孝。这都对，太捧我了，高兴了。回后台办戏，好，化妆，好，窦尔敦，办吧。我窦尔敦，好，知道窦尔敦脸谱吗？知道啊。什么样的？窦尔敦蓝脸。完了，外行。怎么了？你这都外行。窦尔敦，咱们这黑白的。上面这块是白的啊，当间这块是黑的，底下还是白的。这就是年糕亮馅儿，中间那层豆馅儿去了。亮馅儿吗？亮什么馅儿？都这样亮馅儿吗？你的嘴有毛病啊？谁嘴？我来呀，画呀，啊，磨呀，哎，这我正弄着呢。啊，打外边进来一人，谁？60来岁，哦，跟我这个差不多，大秃脑袋，挺客气。一进后台，辛苦辛苦各位，辛苦辛苦辛苦。老辛苦。年糕在哪儿呢？哪有年糕啊？啊，有人给引荐，那儿炉子边那个那个。我这正弄着呢，正弄着呢，坐着。我正点红点呢，我正。过来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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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郭老板，我说好，怎么着？来多少？啊，我还卖着呢。不是您辛苦吧？见面倒辛苦嘛，是吧？倒辛苦啊！辛苦辛苦，怎么着？什么事儿您呢？啊，这是早就知道有您这么一位，久战江南，少来华北啊，知道您这个烫手的、喷香的年派艺术，给多少同行们温暖了饥饿的心肠啊！那别这么捧了啊！我说您真是。好，对，接着说啊，怎么着？还爱听你怎么什么意思吧？你打算定多少啊？快说。不是，我也是唱戏的。哦，唱戏的，不认识。谁？有名字吗？废话，叫什么呀？嗯，啊，我叫尚长荣。哇，长荣，尚先生。哦，倒知道，小不点儿里边有的一个啊。您这话太大了。你也唱过戏是吧？干嘛唱过戏？大艺术家。哦，你怎么着？你什么意思吧？你怎么着？嗯，哈哈。这个北京一带呢是我老家，我净来这窦尔敦。今天您要是一唱，我这饭碗子算是碎了。没别的啊，郭老板，您这样，您把这活让给我，您算是救了我了。你说人家说的这样了，你来这个，你会吗？我给你画这脸。不用，不用，找我这黑白的。不要，不要，白的也能换黄的也行啊。啊，您这火候跟您俩不一样啊！啊，那好，那你来这个，他坐那儿画脸，你这没羞没臊吗？没羞没臊，我怎么办呢？您，你这个戏连环套、倒玉马、卖花脸呢？找个角儿，我来别的吧。我来玉马，我来这个，哎，行吗？对对对，啊，不行啊，还叫唤呢？玉马吗？活玉马？什么活玉马？您是角儿啊？得呀，您这找一角儿。我来哪个呢？啊，我来那打更的那个。要不来那厨子，您不是厨子，我来那个。您拿这都当角儿啊？我得唱一个呀。您得挑一好的呀。我这对呀，我来有一个武生嘛，我唱个大武生嘛。黄天霸，对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黄，我来谁的爸爸？怎么着？谁的爸爸？
们就甭来了。你说的吗？黄什么的黄？黄天霸。黄天的爸爸。没有关系。我来这个吧，我来这个。黄天霸。我来这个，这最好。是啊。我那天戏也做得好。是吗？哎，办好了，等着。哦、说实在，打刚才一出去啊，上苍龙老百姓就骂街，不灵啊，是不灵啊啊！把台阶一看，替着叹气。怎么了？贺喜老唱这么些天戏啊，说这个劲头啊，那个黏糊劲儿没有，没有。人没做过这玩意儿啊，没有，一张纸一唱，一点都不甜，不好，不好，这不送糖吗？您还要什么甜的？不好，看我的吧，您来、啊，到我这场了，往外一走，哇，都四底儿鼓掌，捧您，有些张嘴的一唱，您嗓子太痛快了，哦，也好，我也不知道您吃什么馅儿的，今天，亮，真好，有一个，你看，哎，你唱叫什么来着？那段唱啊，有一段唱吗？是您唱哪段啊？这提醒啊，哎，不是您唱过没唱过呀？唱过，您怎么会忘了呢？这个总不唱过，什么来着？起来吧！啊，我拿着火炉子那矮了是吧？响词儿吗？响词儿蹲着响啊！我有一个吗？宝马，怎么着？宝马，宝马大保镖，宝。路过保镖路过马栏关，哎哎，你听我了没天？准的，怎么了？准的，我得防你，你抽戏我呀，我得防他，这还能把词儿记住？这词儿，你今儿带录音机了没有？你发出来哪儿啊？干嘛？没有，你抽我词儿吗？没，谁唱不唱？别人不这么唱，谁唱都这词儿。我这个腔好啊，怎么唱的呀？呵。好听啊！是您学一学，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天我怎么唱的啊？按照那天的意思，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！卖卖力气！谢谢大家！我就不打脸了，我就啊，我就不抹那个了啊！保镖路过马栏关，什么味儿啊？这一句一老腔，哇！鼓掌啊！骂着街就走了。活该！不懂艺术哦，真有24位没走，爱听掉着下不来的。感谢大家。哎，天儿挺冷的，出来进去得多穿衣服。哎，你上年纪的呀，脚底下留神，别滑着，摔着我们那事儿，您别摔着。这是你了吗？这你妈！我得说相声吗？我也得说相声。你来个轮椅能跟里边看不见啊？我有一假腿，我得动啊，我在外边。那我上台怎么办呀？先拉木呗。什么手艺啊？这不能摔。给你摆好了再拉下来。你跟桌子搁一块儿，搬桌子就搬我了。挖一窟窿你搬里边去。别出主意了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。又到新年了，啊，真快，一年一年又一年。年年难干，年年干，事事难成，事事成。到了今年了，这是北京德云社北京相声大会，把相声带回剧场第10个年头。最应该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，大伙儿的支持，我们才有了今天。我们没有能耐，但是呢，有了一腔子热血，愿意把相声说好。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的人，谢谢大家，给您拜个早年。好。今天后台俩人没来，谁呀？一是刘文步，一是徐德亮。哦，啊，有特殊情况。徐德亮是两口子打起来了。老家伙，老家伙，咱也不是没结婚啊，就是反正先这么过着吧，那媳妇儿。就这么过着了，这么过着吧，啊，这徐德亮没这么行，俩人出去，这媳妇儿反正怎么说呢，跟范振钰那闺女站一块儿不少钱。小总二号，跟范小总似的，挺寒碜。反正哎，瞧了过去，徐德亮的不是也不怎么样。昨天俩人出去吃饭，那媳妇问他啊，这么些年了，到底怎么着啊？对呀，你娶我不娶？哎，徐德亮，吃饭啊！你这事儿闹，你到底够不娶啊？别说，我都不能看你们吃。那就跟这儿过什么呀？讨厌，媳妇真急了，啪一拍桌子，餐厅人都看着。媳妇站起来，我不管别的，徐队长，
你说实在，你要不娶我啊，我就跟着餐厅，我随便找什么人嫁了就完了啊。经理过来了，你们俩出去啊，尤其这女的，你把客人都吓跑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惨了，闹成这样，据说跟人饭店那儿就解决问题呢，不给人家钱。刘文步刘先生是身体不是特别好，啊，也是昨天吧，就说昨天过生日，老头过生日啊，受点刺激也是。过生日受什么？过生日喝酒喝多了，喝多了出去光着膀子跟街上跑了一圈，回家感冒躺在炕上，老伴儿给倒水熬那姜汤喝吧，很感动啊，老头借着酒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这么些年我对不起你，什么事？我有过外遇啊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老伴儿叹口气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多大的事儿啊，你看看孩子有随你的吗？什么意思？相声都是编的，这是真的。真的啊，愿意把欢乐带给大家啊。这个今天晚上呢，咱们剧场呢有接待外宾的任务，是有一个香河县旅游团的呀，去远点好了。外宾先去了香河，吃完肉饼上这儿来喝茶来了。外宾也没见过门啊，晚上得进来，所以今天呢演出不能拖得太久。对，哎，明天呢是我们一个专场演出。我有这么几个作品啊，什么这个我这一辈子呀，卖面茶呀，啊，这几个作品搁在一块儿，明天呢把这四个全说一遍。对，有时间明天您还来。哎，对，后天呢是何云伟的一个专场，我们那徒弟啊，这次大赛拿奖了，挺高兴，让他多说几个啊，有爱看他的，就这几天呢有时间您宅着来，希望您来啊，也别都来，说来不了也没事儿，今儿走把票先撂去，来不了还买票。交朋友嘛，是吧？净您交朋友了。下面说一个石富宽的故事。你这人嘴的不饶人，你知道吗？您说没您怎么交朋友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这个，你把手机关了。我再次重申啊。我们这演出呢不光是演出，我们还为神舟七号捐款，只要是现场听到手机响就有工作人员过去啊找您要10000块钱啊。好，明儿开始，别怪我没说啊。这就算捐了，把手机给我也行啊，打不上出去卖去是吧，好贵我。我们有一个新创作的节目叫大实话。要唱大实话。对，好啊，张先生在后台啊。专栏啊，看出我们是铁路公馆的了，对，制服都做这色的了。张先生是著名的大实话捧哏艺术家，这做大褂是捏到人家左肩膀做快步吗？这还多一会儿有一垫肩。您这边应该再加一个，我对称了。我们武汉有一个相声演员叫董铁良，就是有点这意思是吧，肩膀高，后背也高，他有一坎肩儿，这边穿上变平了，有一回穿反了，这边更高。这边刘思昌也是，刘健也是啊，经常穿反了，好，可了不得了。我喊您今儿穿反了吧？我来正，我不敢。给大伙儿唱一段大实话啊！对，您今儿俩抢话说啊！哎，看谁嘴厉害啊！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。说话呀！没人说我的别扭。日语传说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这叫黄泉路上无米变。说地亲，地也
不算亲。怎么呢？地上万物似黄金呐、啊，地上万物不假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看罢新坟看旧坟，名利二字损了多少人。说爹妈亲，父母不算个亲。怎么呢？爹妈不能永生存的。哦，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，一捧黄土雨泪纷纷，谁都得走。说亲戚亲，亲戚里道的亲不算个亲。那怎么呢？你有我父才算亲的，都得有钱。有朝一日这日子过穷了，富者不登穷家的门，这在呀、啊、穷在街边无人问。说哥们亲，弟兄啊不算个亲。怎么呢？弟兄翻脸就是仇人呐、啊、哦，凶如豺狼敌似猛虎，弟兄翻脸狠上加三分。就那点拆迁费啊，给的不过分的。说媳妇亲，这两口子可亲，不算个亲。这里有什么原因？背着丈夫外边找情人呐、啊，这人都没道德。他跟那个小白脸子俩人闷得密呀、啊，我就瞧上那路人，全忘了张文顺的那么点子恩，我媳妇跑的。说小蜜亲，就这个啊，比你得更好一半。不算个亲，这怎么不亲呢？你拿出金银财宝，他现了身。商品社会就这规矩。有刀马死，黄金进，钱花没了。他贵的东西进了这张文顺的门，接我媳妇儿班来了。要说亲，怎么样？观众们亲，不行。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。对，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哪句？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太对了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大西北。今日里下江南，桃杏争春。山不转水转，我劝诸位。酒色财气君莫沾，别沾这边儿。吃喝嫖赌也莫沾身，离远远的。没事儿呢，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就